我感觉我都快加入他们那群口嗨怪，成为跳梁小丑了。谢谢谢谢兄弟们，死亡200，死亡200，感谢感谢，正儿八经兄弟，真的兄弟，真的太难了，现在搞点活太难了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户外那些主播不出来做内容是对的，现在要混着日子不香吗？谢谢我西一思巧，感谢一思巧的半个，谢谢，感谢一思巧四个半个，谢谢，感谢一思巧。我说真的，我收到这些礼物，我觉得心安理得，兄弟，真的是，真的是这样的，真的，就是我觉得我，并不是像别的主播一样，就是硬哥啊什么的，这确实是，我觉得收到这些礼物，真的是感谢兄弟们的，真正的好好的支持，真的是对麻子的支持，真的是认可麻子，真的认可麻子这个人，认可麻子这个拼劲儿，真的，不然的话，你说，谁不愿意在家混吃等死，打打 PK 挺好的。是吧兄弟，真的谢谢大家，也快过年了啊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。我直播间主要是大家房管没有那个啥，我准备在转粉群招两个管理，专门封那种就是带节奏影响大哥消费的人，一律360不予解封啊。谢谢我鸽子哥，感谢鸽子哥，我靠，谢谢我鸽子哥的野生婆娘，感谢鸽子哥，一律360，不准解封，啊！真的兄弟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中会户外还有个有户外有山有水，最重要的还有情，考虑一下。有山有水，最主要的还有情。谢谢谢谢，谢谢我好哥哥，谢谢谢我鬼迷之眼哥，谢谢谢谢我鸽子哥的野生姑娘，感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了感谢感谢。谢谢我男人，感谢男人，谢谢男人，谢谢男人，谢谢男人，感谢男人，谢谢我兄弟们，兄弟们25人头凑一下，兄弟们。已经8点了，国内就10点了，国内现在是10点，这里是8点啊，现在国内是10点，兄弟们支持麻子就整个卡，好吧，一人办个卡，然后凑下人头，然后把2星3星给往上凑了嘛，一凑啊，有的时候播了一天了，也就靠这点时间整点 GDP， 也没有办法，兄弟们，每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到了，每天感觉到了这个点就觉得自己真的是都想着啊，过了1星了吧？是的，杨辉哥，1星过了啊！谢谢我鸽子哥的两个浪漫花束啊！谢谢鸽子哥的潘多拉魔盒，1星过了，1星过了啊！1星过了，1星过了，1星过了，杨辉哥，我靠，这个我操，谢谢，谢我杨辉哥的斗鱼666号，我靠，这样，这是多少鱼吃的呀？666号。感谢姚辉的斗鱼666号，我靠，这是1K 的，谢谢姚辉哥的666号，感谢我姚辉哥，谢我姚辉哥，还得这些好大哥真的撑到现在，兄弟们，谢姚辉哥，谢姚辉哥，姚辉哥，这没你的话我都垮掉了，姚辉哥，真的没你的话我都垮掉了啊，秀儿传媒牛逼啊，我们秀儿传媒牛逼，真的。我都垮掉了，真的，还差个超火过2星啊！那我们凑一凑吧，兄弟们，好吧？我们以小画家画一画，说不定画出个1K、5K 啥的啊，好吧？全靠秀儿传媒的兄弟们给麻子顶到现在，谢谢谢谢我姚哥，感谢姚哥，谢谢姚哥，谢谢姚哥，感谢姚哥。麻子是我见过最朴实的主播，以后发达了，我这种穷哥们会不会看不上啊？那倒不至于啊，我不是那种人啊，我发达倒不至于，我反正性格也就这样了，就改不了了，性格这东西改不了。谢谢我姚璐哥，谢谢姚璐哥，谢谢我明白哥，感谢你们不懂我的明白，谢谢明白哥。谢明白哥，谢明白哥，我在理解他那个意思啊，我在理解是不是他发达了，然后
会不会看不上我，是这样的啊，我刚才就是在理解了一下，所以说犹豫了，我差点理解成就是我趴哥发达了会不会看不上我，知道吧，后来我才理解是我发达了看不看得上他，没有谁看得上看不上谁，都哥们儿。他这么砍发达个锤子，真的姚叔，我最近都没有砍过，不敢砍，真的一点，就是我出来以后除了在泰国有点砍之外，我来孟加拉以后没有砍过一次，都没有砍过，真的。我包里取了5000块钱的打卡，人民币的打卡，5000人民币的打卡，到现在还剩2000。但是我基本上我能线上支付的我就线上支付了，啊，就是说我就线上支付了，啊，就是打卡这个就是还剩1000，还剩1000多，不敢砍了，不敢砍了，啊，就是不砍啊，坚决不砍，坚决不砍，真的。来了孟加拉都是强行被砍，然后我能就比如说我订房间，我能在线上支付我就线上支付了。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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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兄弟们！现在国内应该10点了，我这里是晚上8点啊，国内应该10点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再小冲一把，好吧？再俯冲一把，兄弟们，二星还差的不多，兄弟们，好吧？这边不敢搭讪这边的女孩啊，这边女孩是不敢搭讪的。麻子直播就是为了赚钱，消费也是为了直播。是的，我就怕我哪天循环不起走，就直接拉胯了啊。某，你想我一看，开始送礼物也要感谢，后来发达了只扔钱不扔了，小礼物都看不上了。那倒不至于啊，那倒不至于，大礼物小礼物都得感谢。工作忙一周都没看麻子啊，嗯，还行啊，我现在还行。还行啊。开直播都是为了挣钱嘛，但是挣钱还是要挣得心安理得嘛，也行嘛，啊，是吧，兄弟？对吧？谢谢大家。这个250的鱼真的是不好吃，兄弟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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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捧杀我，他没有啊。哦 ，no no no no， 孟加拉米饭好吃吗？吃是好吃，看饭店他做的怎么样。嗯，有一说呀，应该上几个更气的房管。我觉得就是专门封人的房管，没有别的，影响直播间消费的，啊，知道吧？感觉弹幕没有泰国多了，真金问我，泰国是所有发言，在这是粉丝们发言，那能多吗？
我没有订啊，今天酒店还没有订。就这么刚好。就是专门封人，专门安排两个房管封人啊，必须要动更了，兄弟们，再不动更真的直播间氛围真的是很拉胯了，兄弟们，你说放出来吧受不了，不放出来吧兄弟们受不了。真的兄弟，必须要找一个24小时看我直播的兄弟，来你们兄弟，真的狠的，真的兄弟，给你400，我不疯了。兄弟们，我们二星差都不到，兄弟们，我们打打卡，兄弟们，打打卡，打打卡啊！我发现你在带节奏，没有9877是真的啊，就是我倒不在乎什么，就是毕竟是直播间的营收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影响直播间消费氛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太好，就说什么我觉得都不太重要，知道吧？影响直播间氛围的啊，那确实，对吧？400成了梗了，给你400，那这鱼是真拉胯，真的。这饼好吃，这饼子好吃，饼子好吃。一下下呗。二星都过不了，还差一点点，兄弟。谢人面修罗夜无道，谢谢。这个逼小妖精啊，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啊，你现在能打弹幕，你真的是要感谢兄弟们对你的恩赐啊，真的，你真的是瘾犯了啊，自己还欠美团那么多钱，还当老赖，还去跑去给女主播开钻粉，我他妈真的是觉得你脑子瓦特了，天天要给我这样，要给我那样，
欢迎我用户支付不存在哥，欢迎我健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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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健健。你住的地方远吗？我有2公里啊，5183哥，我还没有定，但是我看了那家酒店，我觉得那家酒店应该还行，啊，但是我没有定，我是现场去定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房间。那有2公里，我看好了，你这儿有2公里，5183哥。兄弟们，我们二线差一点，兄弟们，二线差一点，二线差一点，兄弟们，我们一人再凑一凑啊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我们一人再凑一凑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支持一下。啊，你那边几点？我现在这边8:10，5183哥，8:10。我这边是有2个小时的时差，我这边是晚上8:10。本来我想来带大家看日落的，结果谁知道那个碰碰车这地方开了2个小时才骑到这儿，20公里骑了2个小时。我真傻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二星还差20个飞机，干巴巴的刷起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感谢我呼睡不饱呀，哥的飞机，我操，真的是更上了，我操，我呼哥更上了，这个应该是个新大哥，兄弟，谢谢呼哥。给我呼呼哥打波发财，兄弟们，还差19个，兄弟们，谢谢呼呼哥的飞机，铁皮啊，而且刷的是铁皮，他都看不下去了，我操！2公里，待会儿走过去啊，走过去，过了二星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酒店怎么样。我也没住过，开盲盒，反正开盲盒，我也不那啥，我想天天换酒店，每天换，每天都不一样，不能一个酒店不能超过3天，一个酒店不能住超过3天。啊，真的，谢谢。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又要拉肚子，我都不敢去拉，真的。现在消费氛围刚上来，真的兄弟们，我现在都想拉屎，我都不敢去拉，我现在都憋着的。我实话告诉他，我给他看一下，我都一直这样夹住的，兄弟们，看一下，我都一直这样夹住的，兄弟们，因为刚刚消费氛围上来，我都不敢去拉屎。我刚吃这，我吃了那边那个蟹，我感觉有点想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没有开玩笑，兄弟们，让你们为了这点真的是让你们煞费苦心啊，兄弟们。谢谢我姚葫芦大师的办卡，谢谢姚葫芦大师，谢谢。谢姚葫芦大师，谢谢。哎，感谢我呼呼睡不饱哥的又一个办卡和铁皮飞机，睡不饱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支持，兄弟们，还差19个飞机，我们过二星，兄弟们，谢谢5183哥，也感谢5183哥，谢谢我姚葫芦哥的支持，真的感谢我姚葫芦哥，姚葫芦哥，你现在是回家了还是在广州啊，姚葫芦哥？感谢我卖网上雪哥的20组小画家，我们一人上一组20组小画家，说不定出够1K 或者5K， 我们直接就过了，兄弟们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别的别老刷户外一哥了，太招摇了，礼物没人多，谦虚一点，嗨，还户外一哥嘞，我就跟你们说，真的。这人气必须要让他往下降一降，真的兄弟们，我就很多人都说我在凡尔赛，我真的没有凡尔赛，兄弟们，我的人气是别第二名的2倍到3倍，兄弟们，真的没有开玩笑，兄弟们，那你们很多人都说麻子，哎呀你好凡尔赛，真不是凡尔赛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户外弹幕一哥。你们真的是坏，谢谢你们不懂我的明白，感谢明白哥的100组小画家，感谢我呼呼睡不饱哥的20组小画家，谢谢呼呼睡不饱，谢谢，感谢呼呼睡不饱，谢谢呼呼睡不饱，谢谢我明白哥，感谢明白哥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，兄弟们，实打实的，
年底了，我同学还我14000，我高低给你办个卡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谢谢你，确实都看不到好哥哥的弹幕了，是的呀，卖学上网哥，卖网上学哥，真的啊，好哥弹幕都看不到了，我真你妈多的，感谢感谢我 ，Oh my god， 谢谢 Oh my god 的小画家，感谢 Oh my god。等我过年家卖猪了给你刷飞机，谢谢可乐哥，感谢可乐哥。嗯，谢可乐哥，谢。我靠，我感觉我尿包要胀了，兄弟们，我必须要上个卫生间了。帮我把包看一下，包看好，我去上个卫生间啊。兄弟们，我真憋不住了，给我30秒。哎呀，我靠！我问他卫生间在哪儿，兄弟们，我刚才问他卫生间在哪儿，他跟我说什么？耶，都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问他卫生间在哪儿，他不告诉我，你知道我怎么给他说的吗？我直接撑起来，我说这样这样。哦，他就明白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我给他翻译他也听不懂啊，我这就直接抽到了你们。哎，好形象，真的兄弟们，我真的我给他翻译机他听不懂啊，看看不懂，哎呀，经典都是、国际手势兄弟。谢谢我奥巴马，感谢奥巴马，真的啊，我没开玩笑你们，我问他们抽到他听不懂，我说你我直接真是。动作告诉他的，谢谢我奥巴马哥的办卡，没有掏出来，没有掏出来。谢谢奥巴马哥，感谢奥巴马哥，谢谢。感谢奥巴马，谢谢奥巴马，谢谢奥巴马，感谢奥巴马哥。谢谢喊马子起床窝尿，感谢感谢，感谢喊马子起床窝尿。我感觉我这衣服有点酸臭了，兄弟。我这衣服有点酸臭味。哇，谢谢我呼呼睡不饱哥的一个野生婆娘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二线还差多少，兄弟们，出大货了，兄弟们，出了出了，呼呼睡不饱哥牛逼，谢谢睡不饱哥，谢谢，应该多多支持叶子，谢谢我阿爸爸哥，谢谢。哎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发现了兄弟们，我线下其实官播我也在学英语，但是我真正去用的时候我就用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兄弟们没有开玩笑啊，就是我学其实也学了，然后就去用的时候就
用不了，知道吧？就不知道怎么用，知道吧？一用的时候就我全忘了，我操！需要累积啊，耐心一点。唉，反正真的是，真的，以前学好1到100，再10到，再到1000做股了，对呀、啊。欢迎我水水啊！你要记单词，单词就得遇到在学语法，记不住呀，单词记不住呀。筷子怎么说？恰不是 takes， 这个我记得住。谢谢我水不饱和的又一个飞机，我操！今天真的是新大哥，兄弟们，我操！新大哥，谢谢我水不饱和，谢谢我操！他应该水不饱和，你看了我多久了？看我直播，看我直播看了多久了？谢谢我菠萝哥的办卡，我靠，发财发财！谢谢奥巴马哥的办卡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！我靠，这个呼睡不饱哥应该是看了我一些时间了啊！欢迎我007哥，我狼哥的哦。明白。狼哥最近老婆孩子热炕头啊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我都想他了，我都想像他的样了，爽啊！老婆孩子热炕头，爽啊，兄弟！真的。其实很多人说英语都有语法错误啊，能听懂就行啊，日常学习就行了。是的。狼粉都来看麻子了，狼哥好啊，有事真上。婴儿怎么学语言的，你就怎么学，学什么狗屁单词语法，什么都狗屁啊。对，叶子哥辛苦啊，应该的，感谢5000哥的办卡，谢谢5000哥，感谢我用户5000哥的办卡，谢谢，感谢。感谢5000哥的办卡，谢谢，兄弟们，我们还差多少？2000还差多少？兄弟们，还有1个小时吧，还有1个半小时啊，兄弟们，还有1个半小时啊，兄弟们。我来这边半个月没喝过酒了。外国人说英语也是随便说的，很多没有语法的，能听懂就行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。我只关心晚上住人，我跟你说，5000哥麻一麻子能力，不要担心没有住的地儿，实在不行咱们压马路都可以啊。其实麻子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讲究，你看高档酒店我也能住，低端的我也能住，是吧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才能怎么样，是吧？就是出门在外我们要的是什么，就尤其像干麻子这样的主播，其实要的是什么，兄弟，要的就是下一秒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像我们这样的这种直播的话，其实很多主播是受不了的。因为为什么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太多需要那种应变能力，就是各种应变能力，知道吧？就各种各样的应变能力，就是需要到来把当前的这些事情啊，当然肯定是很多处理不好，因为为什么，大部分肯定是还是能解决，但是小部分还是处理的不是很好，因为一旦那小部分处理不好，其实对于主播来说是无论是人事啊、节奏啊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。你属于那种没有文化，并不是没有文化，我又不是傻逼啊，老子真没文化就出来，我又不是傻逼啊，我就这样说，跟文化不文化没有关系啊。感谢我刘腾旭啊，我觉得跟一个人的性格
还有那种就是喜不喜欢这一行，很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谢我刘腾旭的办卡，400给你，照片我不要了，真你妈不要去传了，兄弟们，真你妈这好尴尬，太丢脸了，兄弟们啊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，哎呀，我跑，我今天早上我去看别的直播间，哦，麻子被人骗了啊，被人砸了400给你啊，我不要了，400给你我不要，妈的到处传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老子被骗了，真的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真的兄弟们，我说你们这不好的事情，是你们哪人到处都说，哎呀，姨妈子被骗了，400给你，哦，照片不要了，400给你我不要了，就。生怕全网都不知道叶麻子被别人骗了400塔卡，对你不知道狼哥，我靠！我今天早上去看一个直播间，哎，我都不说是谁的直播间，哎呀，叶麻子被骗了，啊，去拍照，哎呀，400给他，这因为不要了啊，就塔卡，这人民币几十块钱，我这因为全网都知道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走到哪儿都这个弹幕。谢谢我黑白色的哥的办卡，感谢我呼呼睡不饱哥的20度小画家，感谢。谢谢。咔咔咔，130多张照片，牛啊！400不要了，已经是斗鱼的热门流行语了。400不要了，我操！对呀，就20来块钱人民币，有这到处传吗？真的是，你想折合人民币也就20来块钱，30块钱不到，我这你们搞到这你们，我就跟亏了40万一样，啊，就搞到这你们比白毛买车被骗20万还要牛逼一样，真的，那你们30块钱不到花出了20万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买车被骗20万都没有像。这么传，人家问我被骗不到30人民币，400打卡，400不要了，我这就比他还牛逼，真是的，我真麻了，兄弟，400不要了，太他妈对了，正儿八经的，我这你们。懂什么节目效果，我这他妈这种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去传，你知道吗？千万不要去传，人家问你要会说人家夜麻子跟真有点傻。我发现他们街上没人抽烟，哈，5183个，那真的不是就是没人抽烟，我告诉你，他们这烟都是一根一根的买啊，我不敢拍啊，知道吧？这播节目效果不错，真的。20多块钱搞了一根，400不要了。国内都是老烟民啊，这边都是一根儿，就比如说你要抽烟，就买一根儿。有人抽，今天镜头下我看见了，多得很。他们这边抽烟的人太多了，非常多，抽烟的人非常多，非常多。他们这抽烟的人真的非常多。超管天天警告，今天我被警告抽烟抽了很多次了啊！谢谢我枫桥暮雪夜歌开工的酸粉，谢谢，兄弟们，好久没有收到过年钻了，兄弟们，感谢我雪夜歌，兄弟们有没有大哥给麻子开个年钻呀？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过年钻的特效了，真的，年钻的特效，这个。已经很久我就没有看过，就差不多有一
几个月了吧，一两个月没看到过，就出来以后就没有看到过年钻的特效。谢谢雪爷哥，谢谢雪爷哥。老狼连个烟盒都被警告，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胡大嘴哥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抽烟的主播，因为抽烟都扣了我多少分了，你知道吗？今晚争取过个三星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主播想看特效了，大哥们上一上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雪爷哥，真的。我不抽烟的主播，因为抽烟给我扣的公益，你知道吗？开年钻过二星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我都不抽烟的，我为了怎么开啊？就是年钻十二个月啊！真的，我都不怕告诉你，呼呼大嘴哥，正儿八经的，我一个不抽烟主播都因为抽烟而扣分，你就找谁说理去嘛？扣公益啊！开年钻就是在哪里开？就是。我不知道你是电脑还是手机啊？年钻是十二个月，开年钻，点开钻粉，点开那个钻粉，然后它有个选项可以选十二个月啊。我刚刚点进去已经是续费了哦。续费的话，你要把那个就是点关闭续费，然后再重新开啊，就是要点那个关闭续费，关闭续费，然后再重新开。如果你是每个月续费的话，要关闭续费，然后再重新开啊。就是要把那个续费自动续费关了，然后你再重新开，它就可以选择三个月、六个月，哎，自己选，想关多少，想那个啥多少就多少啊。十二个月最多可以开十二个月啊，一次性开十二个月啊，十二个月，我咋公益的呀？真的兄弟，不敢说了，我现在只有八分，我不敢说兄弟啊。这没有办法，兄弟，这扣分的话也没有办法，申诉不了的，很多就99%是不会申诉的啊，申诉不了的。只要你没有扣公益的话，老基本上超管是不会帮你申诉的，因为还能收礼物嘛，好好播就行了啊。谢谢我金刚哥，感谢金刚哥。我都不敢去播，就是很多都不敢去啊。欢迎我孤单哥。欢迎我独宠麻子的孤单哥，想你了，孤单哥。iOS 系统最多开六个月哦，怎么只有一个月啊？不会吧？欢迎我雪夜哥，欢迎我孤单哥，不会吧？电脑应该可以那啥呀？可以改吧？还不回国啊，孤单哥，我回来机票太贵了，要1-2万人民币啊，然后我到时候出来还要花个1-2万，就2-3万人民币了，不划算。我这几个月也就挣这点钱啊，马上小孩开学了，然后到处都需要钱，我不敢回来，我就在这边的话，我最多付点房费啊，我等便宜了我再回去啊。可以点一下那个可以选啊，点一下可以选啊，哦，可以设置一个月，可以设置成12个月啊。我就不回去了，过年，今年过年我不回去啊，我准备下一站去，应该是在尼泊尔过年啊，也不是，物业费也要马上要交了啊，到就是开过年以后就是都是花钱的地方，真的兄弟们。我不知道有多少直播间的大哥和水友跟麻子一样，就是一家之主。我是家里的一家之主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户头都是我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所以说我不努力谁努力，是吧，兄弟们？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跟我有共鸣的啊，就是说得冲，兄弟们得加油，兄弟们。啊，家里什么事情就是都得跟麻子商量一下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什么重大的决定什么的，都得往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不一样，就是有责任在身上，啊，有责任的兄弟。包括就是还有一点就是，直播间的水友们啊，就是说，你们一想想看啊，我们想想看，过年我回家之后能干啥？每天除了打牌就是打牌，除了打牌就是打牌，真的什么都干不了，在家很无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聊，
然后去以前喜欢玩网络游戏嘛，去上网，现在去枯燥乏味，打开了之后不知道玩啥啊。我觉得就是直播和就是工作使我快乐，直播使我快乐，我会感觉到很充实，所以说我就啊，真的不太想回去。我觉得谁有在休息的时候，就是麻子更要努力的时候啊，这是我一直的观点啊。过完年以后我再回去，我姐结婚的时候我再回去。我姐结婚啊，过完年以后我姐结婚，我姐办婚礼我肯定要回去了，那个跟钱没关系了，这个我去肯定要回去的啊。作为弟弟我肯定要回去的啊，我姐要结婚了，兄弟们。啊，说真的，作为四川人，我是真的是很，我是四川人当中就是极少数不打麻将的人，真的我不打麻将，你们给信？我真不打麻将，我唯一的就是炸金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是真的是极少数极少数，所以说属于是那凤毛麟角的人，真的不打麻将啊，不打麻将的人，真的四川人不打麻将，你们就很多人都不会相信的，就说我说我不会打麻将，其实我会，但是我不想打啊，因为我觉得不是玩不明白麻将，是觉得那个玩麻将跟文化水平没关系，我就觉得很烦，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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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哐哐哐哐哐哐，你知道吗？这，哎呀，摸起来这你问就没有那种炸金花来得快啊！那妈的，老子看到大牌就上，玩的一种心理的博弈。那个麻将，要记牌，又要算牌，还要防下家、顶上家，知道吧？不是 CPU 上，我还是不太喜欢。唯一的一点就是喜欢喝酒啊，喝酒，喝酒喝酒，就是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，就喜欢喝点酒，别的都没有，我没有太多爱好啊，我爱好就直播、喝酒，就这两个。改天我们喝点好的，我要挖川哥，好的我要挖川哥，你还是戒酒吧。这你们把唯一的爱好都要戒了吗，兄弟？那不然我死啊，兄弟！我家是麻将馆的，嘿嘿，是吧，半是吧？可以啊，真的没开玩笑，兄弟。兄弟们，我们二星再凑一凑，二星再凑一凑，二星再凑一凑，兄弟。二星再凑一凑，越菜越爱喝。我们一起去。我们一直缺个见面了，最近的一次在码头。哎，你不要说了，不要发这个。那次我是真的铁了心，我说，我本来那次我是打算请你吃饭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想，我靠，我肯定要请我五幺八三哥吃个饭，谁知道，欢迎我伤心哥搞了一个什么，搞了一个紫菜蛋花汤的梗出来，我真的，我去找五幺八三哥，我拎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面装了东西，然后我不是坐船吗，我坐船以后我就到了蜈支洲岛，然后我就抱了一个箱子，纸箱子，我就放在那儿，然后我放到那儿了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一回来，我的箱子里面多了两袋那个别人的呕吐物啊，还是白色的那种白色的啊，给我吐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吐进去了，他刷好又就扔到我的那个箱子行李箱里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老子一拉起来，我靠，我人炸了，你知道吗？谁有笑嘻了，哎，紫菜蛋花汤，我都打。我当时我真的，我人都麻了。那个梗就是从哪里？紫菜蛋花汤，从那以后我从来不喝。谢谢我呼呼大睡哥的飞机，真的呼呼大睡哥，真的我也晕船，他也晕船，结果他吐了以后，他把那个袋子拴起来，真幸亏他是拴紧了，他要是没拴紧的话，真的，这你们全部沾上那个臭味啊！哎呀，我操！真的谢谢我睡不饱的，感谢。孤单哥，我准备年后再回去啊，过完年我姐结婚的时候再回去啊。谢谢呼呼睡不饱哥的飞机，兄弟们，二星差都不多，兄弟们，二星差都不多，二星差都不多，兄弟们。哦，对对，那箱子是斗鱼官方的啊，对，斗鱼官方的箱子。
别问了，汤已经回去热了当晚饭吃了，是吧？一直缺个，等我有见到我六哥以后，我一定要给他好好喝一个，嘿嘿嘿嘿，啊，一定要跟我六哥好好喝一个，不醉不归，嗯，好吧，关不喝开不喝都可以，啊。孟加拉还有别的地方玩吗？还有七天，我看今天多少号？今天十二号了，还有五天。带大家去岛上玩一下吧，我看一下这边岛上怎么去啊。兄弟们，我们二星还差多少？帮我看看，兄弟们。酒是不会戒的，兄弟们啊，我是不会戒酒的，兄弟们啊，还差1.4哦，谢谢大家，还差1.4，兄弟们，我们还差1.4过二星呢。今天可能稍微难了一点啊，今天稍微难了一点，我们大家团结一波，兄弟们，好吧？还差14个野生火鸟，我们小画家再画一画。刚才我呼呼大帅哥都画出了一个野生火鸟，还是很白的啊，我们野生火鸟还是很白的。谢谢谢谢，我哭泣啊，感谢哭泣。我先凑5勺，谢谢鸽子哥。喝完酒之后就4个字，户外必死。那不着了吗？猪，着了，没出货，兄弟。我鸽子哥上了5首，兄弟，喜欢这样的户外主播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呼呼大帅哥，谢谢。胡大帅哥，我们是比较就是像我跟老狼性格就合得来，老狼就是说过，他说我跟别的主播合不来，我本来就是那个时候我找老狼一起做节目啊，说老狼我们继续做节目，他说我跟好的主播合不来，就是不愿意，不是不愿意做，是合不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脾气比较暴躁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跟他两个做过节目以后，我觉得就是他并不是暴躁，就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老狼的那种，就是说他属于他生活节奏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说，但是我们要去理解他，就是去跟随他，就是适应他的脚步。就是你看我就非常能适应他。为什么我能跟他两个人合作来一起做节目，是因为我愿意去配合他，我愿意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，哎，他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做？所以说我就跟他两个合作来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，老狼有事真上啊！第一次看麻子还是自爆和野哥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准点自爆。欢迎叨叨，欢迎叨叨。真的，就是，所以说我就因为喜欢这样的主播，然后而练成了这样的成就啊，到现在为止，真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很多人不理解，不能理解，其实不能理解的那很正常啊。谢谢我好哥哥，谢谢，谢谢我鸽子哥的5首啊。OK， 打烊啦 ，Hello。Sorry。你们几点打烊？কি সময় আপনি বন্ধ করবে? Yeah. Okay, next time. One ten. One ten. One ten. No. One. Eleven. Eleven ten. Eleve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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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Eleven ten. Okay. No problem. 11:10 and 12:00 p.m. No problem. Okay, 我坐这儿。Okay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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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Okay. Thank you. 没有，我这才8点钟啊，能不能早着点？把老板熬下班，欢迎我10年罗本哥。早熬了，兄弟们，早熬了。哎，你们早熬了，兄弟们。我每次吃个饭的时候，嘿，好，所以说我在国外，你看我这。我在国外是知道，我发现你真的厉害，和他对中文对话，老子被你笑死了。中文对话就完事儿了。我说了，我有一个观点，我觉得我的观点一直是对的啊。我不知道任何人是什么观点，
我作为中国人，对吧？我学外文，学英文，那是我的情分；我不学英文，那是我的本分。啊，我出来，我作为一个消费者，我出来旅行，对吧？我出来，无论他是欧洲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作为一个消费者，我出来旅行，我出来享受，那不会中文，那是你的问题，懂了吧？那不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是消费者，对吧？你要去学中文来配合我，才能挣到我更多的钱，你的经济才会发达，我们直播间才会更有节目效果，对不对？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就搞不懂直播间有一句说，你英文不好，你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兄弟们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对吧？那我买翻译机干什么？我买翻译机要保命啊，兄弟们。同意你的观点，翻译机扔了吧。对呀、啊，说丢人了真的是晦气，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文化的自信，真的。反正我一直这样认为的，啊，嗯，这是说实话，是为我的懒而不想学找了个理由。但是有一说一，我真学英语了，真的学了。但是我当真真来来用起来的时候就不好用，不好使，我不知道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就真正你学的时候，哎，哎呀 ，dog， 鸭子，啊 ，monkey， 猴子，都觉得了。然后一到生活中一用，不会。但是我觉得我最近新学了几个词 ，chopsticks 是筷子 ，chili 是辣椒，嗯 ，passport 是护照，然后还有一个，那 please 是请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？啊，English 是英语，啊 ，China， 啊对，二十个单词走四十句啊，很牛了，兄弟。真的，我要挖蛋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？比泰国的学个球，旺旺旺就完了。你先把一到一百学会吧。孟加拉有野格吗？没有野格，没有野格。一到十还是学会了 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啊，十二就不会了。学会 yes 就可以了。400U 照片漏。经典400U 照片漏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兄弟们啊！兔儿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兄弟们、啊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谢谢我呼呼睡不饱哥的潘多拉魔盒，谢谢。谢谢睡不饱哥，谢谢睡不饱哥，谢谢。欢迎我播种哥。谢播种哥，谢播种哥。你昨天没有看啊，我靠，昨天就在这儿下面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下面啊。老叨叨那个武功秘籍算了，兄弟。真的，谢谢兄弟们的荧光棒，谢谢兄弟们。
订单。谢谢云丹哥，感谢云丹哥，谢谢云丹哥，感谢云丹哥，谢谢云丹哥，感谢云丹哥。最好的心态是平静啊，最好的状态是简单。我们1280其实挺简单的啊，其实挺简单的。大哥们，让麻子过把二星吧，不然搁这儿坐一晚上。我其实就想在这儿把二星过了之后，然后我想走路去那个酒店嘛，走路去那个酒店开个房睡觉啊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啊。兄弟们，我们还差多少？兄弟们，还差多少？还差多少？还差多少？差的应该不多了。小画家，办卡，可以小搞一下。欢迎我小圆脸，我还等着宇哥续脸。他们这边的以胖为美，兄弟们，以胖为美啊，还差1.3啊，还差1.3，兄弟们。还差一点三，兄弟们，欢迎我南方晚秋哥。你这边是以胖为美，兄弟们。这就是在咱们这边算漂亮的，兄弟们，以胖为美啊，这就漂亮，兄弟们。谢谢我呼呼大水哥的又一组小画家，感谢感谢呼呼大水哥，感谢感谢，他们那儿吃饭的啊，那儿吃饭的，感谢呼呼大水哥的二组小画家，感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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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呼呼大水哥，谢呼呼大水哥，谢谢。呼呼大水哥，谢呼呼大水哥，谢谢。给你们看看这边外面啊，谢谢呼呼大水哥，感谢呼呼大水哥的小画家，谢谢。其实这个没有玻璃挺好的，兄弟，有玻璃反而不好，我感觉。虽然灰尘大了一点，但是还行。这有什么问题？跳下去也方便，兄弟。你看吧，下面。我靠，也不知道那堆垃圾啥时候被人扫走，兄弟。这垃圾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一辈子都在这儿了。嘿嘿嘿。谢我山姆大叔的办卡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山姆大叔啊，感谢山姆大叔。谢我山姆大叔两个办卡，谢谢。谢我山姆大叔两个办卡，谢谢。亏你想得出。谢山姆大叔两个办卡，谢谢。我们差的不多，兄弟们，差不多了。我靠，我感觉我又要拉肚子，兄弟。孟加拉的油价贵嘛，应该都差不多，兄弟们。麻子，你认你们老主播了，还是不会割韭菜，今天二星都没过。哎，我认为我是愣头青，本来是想今天二星过得很轻松的，结果，唉，结果拉胯了，结果今天拉胯了，兄弟。感谢喊马子起床窝尿的小画家，感谢，感谢喊马子起床窝尿，谢谢，谢喊马子起床窝尿，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
挺好的，兄弟，这边其实晚上来的话挺好的，就是说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这边应该要修一个酒店，感谢我回不去的从前。这边应该要修一个酒店啊，城堡什么的。感谢我回不去的从前。反正我感觉我的胃啊是被这儿体验的，我感觉也就差不多了，兄弟，也就摧残的差不多了啊。下一站咱们尼泊尔去，兄弟，下一站咱们尼泊尔去啊。这边有看到外国人吗？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外国人。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中国人。啊，就是我到了吉大港以后，谢谢我恩哼哥的办卡，也没有看到有直播的。感谢恩哼哥的办卡，谢恩哼哥。感谢恩哼哥，谢恩哼哥。我想起了西双版纳的那个毛鸡蛋夜市啊，吉大港，吉大港。吉大港，吉大港。我靠，我穿稀了感觉。我都感觉一直在放屁了。走吧，离这儿2公里有个酒店，就这个酒店，兄弟们，就这个酒店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。2.1公里啊，从这边到这边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个位置。封面爆炸了，封面是啥呀？谢谢。麻子会不会都要离开孟加拉了？办卡还凑不齐住五星级酒店？谢谢喊麻子起床窝尿，感谢兄弟们，我们充能开了600张办卡，麻子住五星级酒店啊！别我查理哥，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就是这600张办卡，
会不会是我开粉丝盆发言强行给办起来的？谢谢我篮球实验室的办卡，谢谢。开，那兄弟们老是带我节奏，那我就开了个充能600张办卡，住5星酒店了。查理哥，真的查理哥。来骂我的，来了来了，办卡来了，对呀。来了来了。谢谢谢谢我白色，感谢白色，感谢白色，感谢白色哥，感谢白色哥，谢谢我白色哥的小飞碟，谢谢白色哥，来了来了，办卡都来了，办卡都来了，兄弟们9点钟了，兄弟们9点钟了，我们再凑一凑好吧，看隔壁桌那个吃的是什么，隔壁那桌我不知道啊，欢迎我黑夜哥，兄弟们2星差不多啊，我们再凑一凑好不好，过完2星我差不多去酒店了，我去找个酒店，兄弟们。好吧，我们凑一凑吧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对，我就是准备要去住酒店啊。他们吃，他们吃的就是这种。我们也是来这儿吃饭。11点了，哪里9点？我这里9点钟啊，我这里是9点。欢迎我赛德哥。欢迎我赛德哥，欢迎赛德哥。欢迎我赛德哥，欢迎赛德哥，谢我赛德哥的金光棒，谢赛德哥，赛德哥，赛德哥，怎么钻粉怎么成灰的了？赛德哥，我这完了，我赛德哥钻粉都成灰色的。麻子在婚事件这一块还是玩的明白了，一吃就1小时，那没办法，兄弟。欢迎我007哥，哦，买单去了，买单去了。买单吧，买单，我们去酒店吧。走。Hello, how much? 310 money. 哪？310 money.
体力行点儿。哦，体力行点儿嘚儿忙哩，我真牛呀！310兄弟。Yeah, hello。310，什么210，我还点了几个饼子，饼子不贵，兄弟，小菜还点了个小菜。One minute, sit down. Your money changes. Wait. Five minutes. Change. 什么东西啊？有啥子呢？半个嘞？三十多。好多的 bill。bill 300元。啊，是二三十的。二十呢？哎，估计那三十。Change. Please。什么东西啊？不找我二百不就得了吗？上午下来过来，你在办给这个来着？没听懂啊，没听懂。他好像没有零钱找我啊。我现在顶更多一些。400又不要了，又是400不要了。他让我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没有。让我坐一会儿。兄弟们，最贵的鱼是好吃，理解得很正确。哎，所有的兄弟们动不动就是人家要干嘛啦，哪有那么坏啊？你看他的表情，对吧？看他的动作，对吧？看他的各种，我说你们你得有理解能力啊，对吧？你妈真当我是傻逼是吧？我说你们不会孟加拉语，我还不会看人家动作是吧？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神态，察言观色这一块。是啊，真当麻子傻逼了，哎，兄弟们，后面两个人跟着我，基本交流靠盲测啊，照片怎么没看出来 ？OK, thank you. OK. 那200，他没有零钱，找不了我。Yeah, yeah.Finish.Tips. Ah, yes. Your name Tips. Yeah. Oh. Name. Your name Tips. Tips. Yeah. Tips, hello. Hey. 其实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这个水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黄色的，啊。就是我喝起来的这个，我喝起来的这个水啊，它有一点点那个啥，有一点点就是纯净水的感觉，就喝纯净水的感觉，就是反正这个感觉是过滤的，不是说是天然的那种矿泉水，因为我喝过矿泉水嘛，就是那种20块钱一瓶的矿泉水，我也喝过嘛，就。这个就喝着是有股那种消毒的那种味道，就很恰白的那种味道，就反正是感觉是过滤过的那种，就是不是说是就是天然矿泉水，不是的，喝到嘴巴里反而有点涩啊，有点涩。400的梗谁有录像？给你讲讲那400的梗是怎么来的。有个摄影师在这儿拍了我照片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还挺帅的。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20打卡。我心里想可以吗？然后他就说再给我拍几张。好，我就说拍几张嘛。然后就各种拍，咔咔咔，没一会儿按了138张，
那就138张乘以20打卡，算下来就是3000多，接近3000打卡。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照片，我要20张。然后他又说让我多给他1000打卡，然后说什么做公益，我就不给，我说我只要20张打卡，20张，400打卡，就完事了。因为当时有2个人气冲冲冲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在动我的手机，但是你们看不到镜头。他一直在后面弄我的手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们看不到镜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让我选20张，但是我问他我选到多少张了，他也不告诉我选了多少张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吧？我就翻译机翻译给他，我说我选了多少张，然后他漏，他都不知道。我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按下一张下一张 ，yes or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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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or no， 就这样的。我就觉得就我理解能力我也没那么差。他又不给我就 yes or no yes or no 就一直下一张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他多少张了，他有没有告诉我？然后呢，叶子过年回四川不？过年不回四川啊，过年我在外面啊。然后我就说我不要了，给你400台我不要了，然后我就要走，然后他就不让我走，他不让我走，他就觉得就是他可能是觉得我他欺骗了我，他硬要把照片给我，我就给了他我的 email。他要让我给他英文版的 email， 哦，给他孟加拉数字版的 email， 知道吧？我怎么给他嘛？我他妈也不会写孟加拉版的那个 email， 知道吧？他们的数字又不是用的阿拉伯数字，那个数字一和二都根本都看不懂。然后我就给他400打卡，400打卡以后，后来就有几个人就走了，走了以后，然后我就趁他一下我就跑了，我400打卡我就不要了，我说400U。No photo, no， 啊，我就不要照片了啊，我就不要照片了，我就走了。后来我就走了呀，后来我给他400块钱，我就走了呀。照片我也没要，因为他传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让我把我手机给他。对呀，我用腾讯 QQ email 我也给他了。人恐怖氛围还是得学阿克，有空的学学啊！你现在说啥，谁我都质疑你。我他妈学阿克，我他妈要是学阿克，我他妈早不干直播了，早他妈卖饼子去了。阿克现在还欠了老子钱没有还给我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们，啊，借了几千块钱还一半，剩下一半都不还了，都混成这屌样，还阿克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他妈宁愿就兄弟们，我今天做了节目，兄弟们给我上一上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要礼物都要的心安理得。你们一问他，他可能都忘了。这什么核弹？没什么核弹不核弹，我觉得做人还是实诚一点，就能挣多少挣多少，简单一点啊，我们大家快乐一点，开心一点，我们在一起，对吧？是吧？我们大家在一起开心快乐一点，对吧？那挺好的。我在孟加拉装神弄鬼和他有什么区别？老子啥时候装神弄鬼了？老子昨天他妈的差点出不来了，你没有看到是吧？你可逼，听说南方有家人，又锤子个家人，就你这个逼，我操！你看得懂直播吗？你会看直播吗？你懂直播吗？想办法多挣点钱，把等级升上去吧。你个逼，真不是！节目效果你懂吗？什么是节目效果你懂吗？你但凡有整我这点心思，说我这点心思，早他妈想办法挣鱼翅去了。
说麻子你不要跟我演，今天给我装痴呆，搁这坐一晚上，我刚给你开过国王，你看我给你整整，对吧？老子就坐在这不动，而且一句话不说，那吧。他妈情商跟你谈情商，什么是情商？收到鱼刺的就情商高，收到鱼刺没收到鱼刺情商低。啊，你这他妈不是人！我操！啊，就是说听说南方有家人啊，什么是情商？你告诉我什么是情商？你但凡有我，但凡有我这个情商，你他妈超越我了。直播界他妈的就不是我夜麻子就是第一个干直播了，你就是第一个干直播了，真不是。这个逼他妈真不是，老子真必须赶360，我操！你个狗屌，我操！就是因为多了你这样的水友，老子才过不了二星。操！听说南方有家人，狗屌！户外主播没内容，就是你这样的水友搞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感觉你自己什么都懂，早该杀了，正儿八经。太难伺候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听说南方有家人，像这样的水友太难伺候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天天像爷爷一样把他供起来啊，真的兄弟们。然后不碰不得，磕不得，说不得，摸不得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就并不是说这个扩大房什么的，真的啊。OB 我为什么不让？我不想让别人 OB 我，兄弟们啊，知道吧？我拼命在外面做节目，我花了钱，我天天这样向大家就是磕头，给大家磕头啊，兄弟们，二星上一上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老子出来拼了命的干啊，然后他 OB 我啊，在家里阴阳怪气我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逼，哎呀，这个不行，那个做的不对啊，他只是个应该这样做，他只是个那个那样做啊。然后又该这样，又该那样，
啊，我他妈在外面真刀真枪的拼死拼活的啊，你知道吧，就他妈在搁那儿对我指点江山，我他妈为了啥啊，我天天为了就这点流量，然后啊给兄弟们磕头，我兄弟们二心过一过啊，麻子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，对吧，我还我挣点钱容易吗，还不都是都不容易，知道吧啊，所以我不允许啊。那你说一个作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，我都要求你不准 OB 我了，那你说都这样倒播，那以后谁会出来做节目呀，我他妈直接在家的谁有内容 OB 谁就完事了呗。真的兄弟，恭喜我雨爹获得雪人飞机，恭喜雨爹，恭喜雨爹，恭喜雨爹，谢谢雨爹的雪人飞机，谢谢雨爹两个雪人飞机，谢谢。欢迎我消费哥，欢迎我消费哥，欢迎消费哥。欢迎我消费哥。真的兄弟们，所以说我不太希望别人 OB 我兄弟们啊，因为有还有一点兄弟们，人气太高了真不是什么好事啊，我真的是很严肃的给大家真的是，很多人说我凡尔赛啊，不是凡尔赛兄弟们，人气高了不是好事，尤其是前两天我压力很大，我都不敢开播，我压力很大，我真的人太多了，真的，尤其是我在打卡那几天，我这两天好一点了，我这两天就是还好一点。欢迎我安静哥，知道吧，所以说我直接给曹老师我说不要 OB 我，真的不要 OB 我，不是好事，真不是好事，只要我中途就是出现一个点着了的话，兄弟们我的直播生涯就中断了，就别想再斗鱼直播了，所以我考虑得很清楚啊，我只想活着，我只想喜欢我的水友多支持一下，然后一路在路上多去给大家带来一些未知和探索的一些内容，然后去看看别的地方和我生活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，好的我们要学习，坏的我们要更正，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就是说做人做事还是要落叶归根的，你知道吗，我在这一点我想得很明白，非常明白，真的就是啊，谢谢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但是还是有一点，我那个啥，我雨爹说的对啊，啊什么你 OB 转播，现在就连一个游戏都要转播权啊，都得交各种费用啊，你就说我在外面花钱拼命，我拼的是命出来做节目对吧，免费转播啊，我说你说放在谁不难受，是吧 ？LPL， 我说你们都要转播权，不说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安静哥，我们今天晚上去开个盲盒酒店。还有就是，最主要是 OB 了之后乱说话，真的 ，OK， 搞烦了，知道吧？好的，我讲就是，第一，第一个问题。
OK， 老板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你们怎么没给小费？这一脸懵逼吗？这没有给他小费，我这你们这拜拜都不给我拜了，兄弟，还是很真实啊，兄弟。走，走，兄弟们。其实那看那些点评也确实觉得麻子苦逼，出力不讨好，真的零零七，所以说很烦，知道吧？我觉得就做自己就行了，啊，管他是什么，对吧？我们只做自己，就是都做了八年了，反正我觉得做自己是最好的选择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兄弟们。出发，兄弟！哎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我靠，我这个怎么过去啊，兄弟？我靠，我这怎么过去啊？怎么有狼啊？我靠，这怎么过啊？哎，我说你们，我要穿一下工地，兄弟。哎呦，哎呀，我从这儿过去一下。哎呀，我这你们这事儿啊，兄弟们。我靠，兄弟们。哎呦 ，Hello。我说你们兄弟们，我说你们这干嘛来着？我操！好像这么倒的呀，不能过去也得过去呗。倒计时三十，一小时一时，倒计时十点，兄弟们还有半个小时，兄弟们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把二星凑一凑吧，兄弟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，兄弟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，兄弟们，我们还差多少？刚才我雨爹还给我上了两个飞机，兄弟们，上了两三个飞机啊 ！Hello，Hello， 哎，嘿，好，你好，哎 ，Hello，Hello， 谢谢雨爹，谢谢雨爹，谢谢雨爹。谢雨的，兄弟们帮我看看，兄弟们帮我看看，我是因为我这儿卡住的，兄弟们。
因为我这现在是卡住的，现在去开个盲盒酒店啊。谢谢我雨爹的小画家，感谢雨爹，欢迎我雪夜哥，欢迎雪夜哥，欢迎雪夜哥，还差1.1啊，还差1.1，兄弟们，还差1.1啊，还差1.1，这里要走2公里啊，死亡1.1，最后半小时，兄弟们，冲一把。冲一把，兄弟们！来，速走！1000贵宾，一人一鱼翅就够了。是的，兄弟们，账是这么算的，兄弟们，我把战歌给大家想起来。前进，狂奔吧，兄弟，跟上频率，调整呼吸，让身体冲破阻力，大步向前，挥汗如雨。前进，呐喊吧，兄弟，释放能量，超越自己。我们是一个阵地，谁都不要轻言放弃，拼尽全力。我靠，在孟加拉更土，还是需要点胆量的，兄弟们，还是在吉大港。试了几天小画家了，单点真的不出货，至少21组啊。是的，二三八个。感谢我超大康康哥的1.5卡。欢迎我谢老板，欢迎我乌鸦，让梦继续。感谢我雨爹的20组小画家，感谢雨爹的60组小画家，感谢雨爹的80组，感谢雨爹的100组，感谢雨爹的120组、140组、180组、180组、200组，兄弟们。感谢我大拐爱抠脚的小画家，感谢，要出大货啦！要出大货了，兄弟们，马上出1K，最后27分钟，兄弟们，速战速决，冲一把！破十九三跪接球阻挡，在整入大陆中间，感谢我雨爹的音乐盒，牛逼出货，绽放紫色光芒，决心平凡的草不被欣赏，出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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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我雨爹的又20组，10组潘多拉，感谢雨爹，谢谢雨爹，谢雨爹，谢谢雨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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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雨爹，感谢雨爹，感谢雨爹的潘多拉魔盒，感谢雨爹30组，死亡1K，兄弟们，小画家直接爆1K，好吧，再来5手必出大货，最后5手。感谢雨爹的踏青有缘，感谢雨爹，谢雨爹小画家，谢雨爹，感谢雨爹，感谢雨爹的小画家，谢谢雨爹，谢谢雨爹的小画家，感谢雨爹，感谢雨爹，感谢雨爹，谢谢雨爹的小画家，感谢雨爹，感谢雨爹，谢谢雨爹，欢迎我安静哥，安静哥，徒步来啦！在尼泊尔图啊，在孟加拉图，再来5手必出大货，今天状态不错，还行，
现在我们去开个盲盒酒店，安静哥。兄弟们，最后25分钟，我们二十小冲一下好吗？还差。